3年多前，泰国北壁府的老虎庙被爆出了虐虎、杀虎、走私、勾结、敛财、诈骗余众等一系列恶行。老虎庙的丑闻被曝光以后，泰国政府部门从庙中解救出了近150头老虎，并将它们转移到了动物繁殖中心饲养。近日呢，有泰国媒体报道说，3年多过去了，这些老虎中有超过一半因为近亲繁殖造成的免疫系统受损已经死亡。据泰国国家公园及动植物保护厅的管理人员介绍，当初被解救时，这些老虎就已经出现出了易被犬瘟热病毒感染的症状，而造成它们免疫力低下的原因则是近亲繁殖。